州恒大在昨晚官宣布朗宁、朴智树加盟，因为布朗宁的规划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这个赛季他只能以外援身份先行加盟。目前恒大已经用满了4名外援的注册名额，从参与亚冠角逐的角度来看，缺少外援的恒大锋线略显单薄，因此对于国内锋线球员来说，还是要承担起亚冠得分的重任。谈及另一名球员罗伯特消出的情况，新快览表示恒大队很有可能将其先行外租。由于恒大此前已经用满了5个年龄不受限内援的转会名额，即便布朗宁能够在二次转会之前完成规划，按照中国足协现有的引援规则，另外一名已经根据的规划目标球员罗伯托肖初今年也难以在球队完成注册。网文